这个是十八洞超霸洞洞乐。对。那你想要玩吗？要啊。你想要玩哪一个呢？玩这个。你要这个是谁？面包超人。按巴曼的啊。对，还要打咯。等一下哦，那要打准哦。好。准备开始。哇，里面是什么？拿出来看，拿出来看。哇，好，就一个，那个就是你的小玩具。那要怎么玩呢？爸爸，我还要拿一个。你先玩，先玩那一个。耶！你要先玩给我看那个怎么玩。这个。这个是。这个好像是这样子。要怎么开呢？这样子。可以借我看一下吗？哇，这是小水枪哎。对呀，小水枪。哎，等一下哦，一人一个哦，这是小水枪哎。那你有没有装水？可是没有，里面没有吧。等一下。拿过来。不行。不行。等一下哦，这个先玩这个小水枪。哎。哇。哦，给你喷水，变变变。妈没有啊。这里装水啊。什么？从那边装水啊。啊，那就可以变变。哇，那一天我们找不到小水枪，对不对？嗯、现在刚好那一天我们特别去。家发找这个小水枪，结果找不到。爸爸，我还要一个。哎，不行，换别人哦。快点打！你刚刚是不是打了一个？不是，我手在打。那接下来要换妈妈了，你可以请妈妈帮你打一个。你会帮我打吗？可以啊。那妈妈要哪一个？你好，小红帽。好。妈妈要小红。呜呜呜呜，又打破一个洞。那个是什么？飞机呀、啊，嗯，哦，这个是飞机耶，嗯，还有一个是哔哔哔哨子哎，你把它打开来看看，这是飞机哨子哎，哦，小红帽的玩具怎么这么亮光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安尼开四百几块，那是外面的图案漂亮而已。对呀、啊，你看哔哔哔，啊，都是口水啦，反过来了，不可以吹到那个洞啊。拔不啦！你是真正两个天才。这里反过来要吹扁扁那里，吹扁扁那不可以用到洞，你不可以吹到洞那里，对，吹前面就好。吹前面，好比，呜，那这个可以装在飞机后面啊。哔哔，哇，好亮光的玩具啊！啊，这样子好，哇，它这样是火箭发射器吗？哦。